是要把我们当野兽一样给射死吗？可是我们是人呢，我怎么可以？宇文怀，你射人比射狼容易，想赢得比赛就要先射女奴，要不然我们把宇文月的女奴先干掉吧，谁让她来晚了呢？快跑！剑法不错呀，不妨就比比，看你射狼快还是我射人快。快躲起来！燕世子，这个有意思啊！燕世子，这就没意思了。那坛美酒你不要了吗？酒我不感兴趣。但这丫头我看上了，谁敢碰她？看她能活多久。